双鸟、朝阳门牙雕、朱文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1973年，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先民们的作品便震惊了世人。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遗址第四文化堆积层中一些貌不惊人的植物遗存，却引发了中外考古界更大的惊叹。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对世界考古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段珍贵的新闻影像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此时河姆渡遗址发掘正在进行中，不断出土的文物也被镜头一一捕捉。影像忠实地记录了这些植物遗存出土伊始的样态，它们依然泛着成熟的金黄色，仿佛疏忽间穿越了数千年。鲜黄的稻谷，还有这个稻叶、稻杆，都是碧青的，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稻杆、稻叶呢是差不多的。稻谷是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估计在全国搞了许多考古地方去，一个遗址里出来几粒谷子，哦哟，可不得了了。河姆渡啊，老一把就是，我们是到底是啊，河姆渡出来了最高的70-80公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稻谷、稻壳等遗存，令考古工作者喜出望外。他们预感到，这一次的发现将非比寻常。20世纪70年代前，考古证明最早发现的栽培稻在印度，距今约3700年。由此，水稻印度起源说长期成为国际考古界的主流观点。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是否能够颠覆传统认知，更新水稻起源的学说呢？这个稻谷的材料的以后的经过，很多这个农学专家鉴定嘛，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都是栽培稻。经碳十四测定，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距今约7000年，比之前印度发现的稻谷要早3000年以上。河姆渡的发现呢，让国际学术界意识到，还有比印度更早的这个稻作的文化。所以呢，把目光开始投到长江流域。后来通过仙人洞遗址和上山遗址的发掘，我们证实了这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自河姆渡遗址发现后，水稻起源的时间不断被刷新，但河姆渡始终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首次证实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印证了中华民族祖先对于世界的一项重大贡献。今天，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宁绍平原依然是优质水稻的主产区。水量可能再大一点。种粮大户孙毅家里的100多亩稻田，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和集约化种植。农具始终与稻作农耕相伴，不论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亦或遥远的从前，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是否也曾使用某种农具，耕耘田园？圣水牛，一种曾经遍布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动物，它的肩胛骨被大量发现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这个肩胛骨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像一块乒乓球板一样的潮湿的软土的这种田里边可以用的，就是早期的原始的铁锹这样的一种工具。而这种工具在河姆渡遗址里边出土了170多件。在古籍《周易》中，曾记载了神农氏最早创制的农具耒耜。
尖头木棒制成的耒和铲状的耜，象征着中国农耕的初始。那么，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制工具，是否可以归类为耜？1977年，一件新出土的文物给予了人们启发。这件工具正上端保存有一段木柄，横穿小孔部位，则以十多圈藤条紧附着木柄的末端，直接穿过来。对，完整的耒耜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出现了，它到底给稻作带来了什么变化？一场实验性翻地竞赛或可说明问题。竞赛的双方分别是复制的耒耜和现代人常用的铁锹。6000-7000年前的这个骨耜作为农田里的翻土工具，它的使用效率应该可以达到现代的农村里的铁锹的1/2。放在6000-7000年前这么早的一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它的这种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比较领先的社会发展水平。耒耜之于今日，何其原始！但它插入大地的那一刻，便撬动着越来越大的机遇与可能性。从此，四耕农业揭开人类利用工具改造土地的漫长篇章，为先民掘出最初的田园。这最初的田园到底是什么样子？几代考古人的探索帮助我们描绘出越来越清晰的图卷。小学快毕业的时候，1978年吧，我们学校里组织参观了当时河姆渡遗址的考古的一次特展，就对那个时候有一点朦胧的印象，冥冥之中也许有那点点，应该说是天然的缘分吧。生于斯，长于斯，探寻于斯，河姆渡对于考古专家孙国平来说，是念兹在兹的家园，也是深耕不辍的田园。2003年，孙国平主持了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挖掘。与多数挖掘后回填的遗址不同，田螺山遗址保留了考古发掘的现场，也为考古人员多年来的一路探寻留下了宝贵的物证。需要长个样子。在这里，考古发现了6个文化层，以及大量陶器、木器、动植物遗存和木构建筑遗迹。专家推测，这里当年是个人口相对密集的村落。村边河道里的一处遗迹，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我们根据层位发掘，那里也是村庄边上有一个木头的篱笆墙，篱笆墙外面隐隐约约看到通出去的长的木头。3根粗糙的圆木首尾相连，架设于河床之上。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座独木桥，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独木桥。独木桥连接的必是先民经常往返的两处。这座独木桥的彼岸，是不是先民耕作的